日本烧脑穿越神剧，2020年冬季收视冠军，《剔修斯之船》星期六起，星期六日晚 J2。场上一分钟，试习即系同跑马一样，要即系要搏命咯。场下十年功，你做乜试一脚骑到挛晒龙？咩啊？惊啊？又跌落嚟？你唔骑嘛？游艇朱尔船底纳米涂层特约新闻淘宝，星期三晚8:30，无线财经资讯台。同心堂冬虫夏草6月父亲节优惠，冬虫夏草优惠999元一份，全场冬虫夏草买一两送一两，父亲节优惠再减1000。哇！优惠只限6月，快啲嚟同心堂睇睇啦！奥至尊儿童益生菌软壳，保持肠道健康，增强抵抗力，好味又有益，万宁初惠价179，哇，好抵啊！好消息，风雨茶庄父亲节优惠，各款时令春茶低至每斤76元，快啲嚟风雨茶庄买靓茶送俾爸爸啦！Wayland AI 比快更快，全自动简化贷款每个程序，免人手 AI 1秒报价，即时申请即日过数，全 AI 实时完成，全新客户开通高达5200元现金奖。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跟随城市的脚步，活出自己的态度，做一个善待自己、建构自我生活品味的潮文青。星期六晚8点 J2。付出不一定要富有，我曾经都是一个受惠者，你最有需要人家给到你，你的感触是很大。助言起行，救人自救。见到有一些婆婆走去执那些口罩用，与其求人，不如我们试试自己去做。500日后，今晚10点半，翡翠台。到了六合彩的时间，今天是6月8日星期二，由我罗雪贤和大家主持第44期的六合彩现场搞珠。我们首先看看投注总额，今期的投注总额总共是有6127万，由于连续3期的头奖和上一期的二奖无人中，所以是有累积多保奖金3312万，而投注总额的15%，亦即是910万，将会拨入奖券基金作为社会福利用途。在搞珠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今晚两位监场嘉宾，他们分别是陈美兰律师 MH 太平绅士，同埋奖券基金受惠机构之一的代表旺角街坊会主席梁华胜 BBS 太平绅士。欢迎晒两位，介绍一下受惠机构啊。旺角街坊会属下的陈庆社会服务中心推动关爱共融精神，特别关顾基层市民的需要，例如低收入家庭、单亲家庭、失业人士、新来港人士、南亚裔人士、独居长者、护老者、受旧楼失修影响的街坊。属下的九龙总商会旗英中心则为长者邻舍中心，强调沟通参与，为长者建设一个关怀互助的社群。该会于疫情期间为街坊派放防疫物资，并协助街坊申请经济援助以解燃眉之急。详情可以浏览该会网页或者致电23953107查询。好啦，今期的六合彩即将会举行，大家在电视机荧光幕度会见到一部六合彩的搞珠机，1至49号的彩色号码球已经由下至上、左至右顺序排列好，可以即刻开始第44期的六合彩现场搞珠。搞出嚟嘅号码系28号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28。第二个搞出嚟嘅号码系13号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13。
个搞出嚟嘅号码系21号 ，the third drawn number is 21。第四个搞出嚟嘅号码系7号 ，the fourth drawn number is 7。号码是24号 ，the fifth drawn number is 24。第六个搞出嚟嘅号码是30号 ，the sixth drawn number is 30。出嚟嘅特別號碼係10號 ，the extra number is 10。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搞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有7號、13號、21號、24號、28號、30號，而特別號碼係10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頭二三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嘅網頁。如果中奖10蚊一注公布的奖金是超过500万，所有现金投注又或者经由电话投注的中奖人士，请你致电1817向马会登记，而登记的时间是直至到明天下午5点。好了，我们再一次唔该晒今晚两位监场嘉宾，唔该晒两位，在这里再一次提提大家，在节目完咗大概15分钟之后，大家就可以购买下一期的六合彩彩票了。在这里预祝大家好运，我们下一期六合彩再见，拜拜。入行啦，出埠去做嘢，嗰间房咧就系美房嚟嘅。一瞓觉嘅时候咧，咦？点解成日有冲刺声？开水喉、闩水喉，我好惊啊！跟住好大力拍门，开门，跟住我自然我惊到崩溃啊！嗰啲我惊，我惊。围上你架车，今晚11点 ，J2。重温10个香港人大湾区初创嘅纪实故事，好想引入一啲大陆优秀嘅产品翻返去香港，保持我喺香港同埋大湾区两边嘅一个发展，抓紧机遇，跃进海外市场。第一步国际化落地咗喺香港，跟住下一步咧，我哋谂住再去东南亚。港湾起跑线，星期日晚7点半 ，J2。我系家庭主妇，有个小朋友5岁。我哋隔篱等大厦就有确诊个案，同埋围封咗，突然间觉得好近，会担心啲。打咗针之后，系会觉得安心啲嘅，想保护自己，保护屋企人。I need to go out every day. I also got vaccinated to give myself more protection. 其实我哋嘅疫情已经系控制得好好，打埋疫苗就更加有信心。自愿吻别心上人。明是痛苦伤心，其实我不是他的队员，但是我很感动，就是我什么都不理，我要爆了，就是杰斯带你的感觉，我很替你高兴今天有这么好的表现。银信控股呈现星梦传奇，星期六晚8点半翡翠台。以下节目含有间接宣传。以下节目部分内容可能令人情绪不安，并涉及暴力，敬请家长留意。